这个鸾教所到之处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而信徒们呢，在这个跟着鸾教除了虔诚的来跟随妈祖的这一场业主进香之旅之外呢，也可以看到呢各式各样相当具有地方采风特色的一些内容。以上呢就是目前社口妈祖鸾教在这个业主进香行程的一个现场情况，把镜头交还给陈伟博。 最近有许多庙会的活动，云林西罗福天宫妈祖社口妈昨天开始进行一连三天的业主行程，目前已经抵达了埔子市区。现场进行，透过连线请记者郑博辉告诉大家，博辉。 好了，主播观众，那么这可以说是这个社口妈祖哦，整个业主进香的这个行程当中哦，另外一个高潮，那么就在刚刚呢，大批的埔子市的各处的庙宇呢，都来恭迎妈祖圣驾。 在整个震天嘎响的这个鞭炮声中和这个烟幕弥漫缭绕当中呢，那么整个这个社口妈祖的这个銮驾队伍哦，已经缓缓的出现到了这个埔子市的正街头哦。而在这个时刻呢，包括在这个埔子市周围附近哦，甚至包括云岭的，有将近这个30多处的这个庙友也都一同来到这边迎接。那么这就是这个盛大的一个接驾仪式。那么在刚刚呢，埔子配天宫的这个董事长哦，王董事长呢，也告诉我们呢，在今天。 整个圣容有多么的坚强？顶头拢正伫咧看后壁面吼，后壁要出来接咱西丽社口吼，福田宫因的顶头吼，啊为六卡，啊即马就来要当啊是破处吼，咱而且要来接。啊预计吼伫阴暗差不多6点半至7点吼会入庙，啊伫11点的时阵吼有一个正隆重的祭奠。啊咱地方吼六卡破处的正拢总有差不多30间的宫庙吼有出来咧接。 接驾仪式，那么在刚刚呢，铺子配天宫的卡索金。难以计数的这个阵头哦，来到现场来这边迎接社口妈哦，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对于整个社口妈的这个銮驾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尊敬的一个敬意哦。那么您可以看到，就是呢，目前呢，在这个整个队伍前头呢，也就是社口妈哦的这个执事人员呢所长的呢，这是就社口妈的一个乌令旗哦。那么这旗子呢，代表的就是呢由社口妈所带领的众多的这个将领哦。那么都是跟着这一次的整个一个出巡的一个队伍哦。那么也一一的呢向所有来这边接驾的神教们呢，一一来答谢。那么虽然呢这是一场这个民俗的一个宗教，但是从中间呢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科仪，相当多的人情味，而且呢也有相当多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非常具有巧妙而且呢很有特别意义的这个仪式
台西出巡，现场进行连线记者郑柏辉。是主播各位观众，西丽福天宫社口妈祖客座进香的这个阵容呢，伊今仔日下晡来到了破主市的市中心，伫现场迎接伊的是来自四地各方哦，包括数十个寺庙甲镇头的这个队伍，拢伫遮来迎接着咱社口妈祖的暖桥。现场会使讲是相当的热闹。帅呢，包括着即个社交妈祖的篮球队伍呢，甲各地阵头将会伫个规个破主市的内底来进行摄影，估计是伫个下暗的时阵会来到了破主八田宫。即个啊，阵头拢正伫咧看后壁面吼，后壁要出来接咱西丽社口吼，八田宫因个阵头吼啊围六卡，啊即摆就来要当啊是破主吼，咱而且要来接。啊，预计吼，伫阴暗差不多六点半至七点哦，会入庙。啊，伫十一点的时阵吼，有一个正隆重的祭典。地方哦，六卡破主的，即拢总有差不多三十间的宫庙吼，有出来咧接。啊，过来就是因西丽吼，包括婚姻馆吼，我那有做一间迄个宫庙吼，啊，拢做伙咧共襄盛举哦，咧拜社口嘛，哦，咱的二妈、二姑婆吼，啊来咱配田宫的客座进香。
连续三天的这社口嘛，较做进香的这个医生呢，虽然讲这是种新名，一个倒来后头厝哦，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宗教的这种活动，但是呢，伫过程当中呢，看到真侪民俗团体的这个科技，真侪人家人之间哦，非常亲密，也非常信任，非常互相对待的一个真可爱的所在。那么以上呢，就是咱社口妈祖呢，较做进香的这个西景的现场最新的状况，咱先甲镜头交转有片来主播。云林西罗福天宫妈祖昨天开始出巡，现场情形透过连线带您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那么这目前您看到呢，就是这个社口妈哦，在准备要即将要入庙的这个现场的状况。您可以看到呢，现场这个阵头哦，可以说是卯足了全力哦，那么尽量的表演也展现出了这个精神。那么在这个晚间的时刻，整个烟火，整个现场的状况可以说是照亮了整个夜空哦。同时呢，在今天晚上呢，这也就是社口妈祖呢业主进香回銮的这个最盛大的一个高潮的这个情形哦。那么稍后呢，大约在这个晚间的十点多钟的时候呢，将会在进行的另一个庆典，也就是呢，现场所有的人呢，所有的执事人员呢，都会在这个庙门口来为妈祖祝寿哦。那么也将是这一次呢，整个一个福天宫的社口妈祖呢，回到这个配天宫来业主进香的整个仪式的一个完成。那么随后明天早上呢，也将要回銮呢，回到了这个西罗这个福天宫。那么像的就目前呢，在这个配天宫现场整个业主进香行程的一个高潮的现场情况，把镜头先交还给同内主播。现场消息带您关心云林西罗福天宫妈祖开始出巡，我们连线记者郑博辉告诉大家。博辉。好，主播观众，那么在现场的烟火呈现着火树银花照亮整个夜空的情况之下呢，目前呢这个西罗社口妈祖的这个銮轿呢，已经缓缓要接近到了这一个埔子的配天宫的庙门前哦。那么这也象征着这个社口妈祖业主进香的这个仪式呢，已经接近到了这最后的高潮。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和嘉义埔子的配天宫两间宫庙的这个渊源哦，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两百年之前哦。那么在这个大约是清朝时候呢，那么西罗呢社口福天宫呢，当时呢在这个社口附近呢是有两名经商的人员哦。那么先民呢，因为在整个经商的过程深感受到妈祖的保佑，因此呢才向埔子配天宫的这个妈祖来请求，那么希望能够分灵哦，为故乡来这个祭祀安奉，也因此呢才造就了到今天呢。西罗社口福天宫和这一个埔子配天宫的这一段故事哦。那么每年呢，在这一个妈祖的这个生日前夕哦，那么西罗社口的福天宫的这个社口妈祖呢，都会回娘家来，回到埔子配天宫。那么回来这边业主回来这边进香，那么同时绕境，让所有的这个信众呢都能够跟随在身边哦，那么感受整个妈祖信仰的神威以及这个神力。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三天的整个
业主进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盛大。那么不仅仅呢是对神明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非常具有趣味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科仪仪式哦。那么事实上呢，对两地的民众来讲，也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呢，那么融合了彼此的感情。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在现场呢，不仅仅是除了热闹、除了欢乐、除了温馨之外呢，更有非常浓厚的互相相信、互相协助、彼此浓厚的情感在内。那么上呢，就是目前在夫子配天宫的一个现场状况。把镜头先交还给 Pony 主播。人家说了三位萧妈咒，云林的这个西罗社口妈是回到了嘉义铺子业主进香的这个队伍呢，晚上是抵达了铺子配天宫，那么有数十个阵头热闹表演迎接，深夜的11点盛大的祝寿大典是活动的重头戏。铺子配天宫广场前，数十个阵头轮番上阵表演，信徒挤爆广场两旁，热闹迎接社口妈进香队伍的到来。来自南北各地的太子团接连卖力演出，让庙口气氛热闹滚滚。从西罗到铺子陪伴社口妈的金狮团以及大阵仗的护航队，一抵达配天宫就受到热烈欢迎。入庙前的仪式，一切得遵照古礼进行，由将军团拿旗令，顺风耳、千里眼，将军们当前导。声再响起，社口妈神轿终于抵达铺子配天宫，轿子两旁的信徒双手迎请神尊入庙安坐。晚间9点多，社口妈顺利回到娘家，和铺子配天宫的台籍妈祖相聚。民视新闻郑柏辉、廖锦雄、邓山田嘉义县报道。铺子配天宫进香的云林社口妈祖结束了业主行程，一大早就准备要启程回銮了。现场的情形马上透过连线交给记者郑柏辉。好，直播观众，那么目前呢，西罗社口妈祖的銮轿呢已经准备要回銮了，那么这也代表着呢，这个西罗妈祖呢的这个业主进香的行程呢已经要告一个段落。那么在今天早上一大早呢，那么社口妈祖的銮轿呢就即将呢要这个离开了铺子配天宫哦，那么也结束了代表呢他已经完成了呢今年的这一趟回娘家的旅程哦。那么实际上在早上呢一早的时候呢哦，整个这个庙里嘛铺子配天宫里呢就忙着呢由福天宫的这些执事人员呢来进行呢整个这个妈祖的回銮起驾的一个典礼哦。那么当然呢在这一趟进香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交换呢两个宫殿，也就是两位妈祖的这一个香火，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常点火的这个香灰当中呢香火呢要互相的交换，那么随后呢再由这个这次呢一陪同着这个主要是二妈要来回到娘家的这个陪同的这个三妈哦，从三妈的这个部分呢来先请假，那么之后呢再由二妈依依不舍的也坐上了銮轿。那目前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呢神明已经坐回了他们的銮轿呢，那么整个一个回銮的过程呢也要即将的进行哦。那么虽然呢回来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让所有的这个信众呢，那么也让两间宫庙呢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之间的互动呢也更加的紧密了哦。那您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热闹的气氛当中哦，那么那这个社口妈祖的这个业主的进香的这个过程呢也顺利圆满的完成哦。那么大家也在心中呢默默的互许，希望明年再见。那么上呢就是目前呢在这个社口妈祖业主进香呢准备回銮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把镜头交还给棚内的主播。